非常感动，然后也很替他们感到骄傲，然后觉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是真的很有贡献的，然后非常敬佩他。有看到他回复讯息才会比较安心。其实他很忙，然后其实没什么时间就是跟我说那边的状况，通常都是我自己一直传讯息，那他可能只有休息的时候，那应该下来了吧？才会就是传讯息。电话我没有打过，因为我怕打扰他们休息或是作业。非常担心，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刚去就会怕说还有抑郁症。参加这个搜救的那个训练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说，哎，原来他这么还要去支援到国际的救援，这样比较担心说，哎，他出去的时候会不会面临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，其实还是会担心。因为老公他本身就是有就是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，这样子。不过他们这次还蛮好的，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医生跟护理师会跟随行嘛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唯一最放心的。后来我跟我老板请假，我刚才就想说，好像因为爸爸他出去救援嘛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帮助别人的行为。那其实我就带着小朋友，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这样子。就是亲朋好友啊，都有问啊，就有说啊，雷先生，哦，就是代表台湾去土耳其，真的是很谢谢他，然后也觉得救了就是说。他一直在每天在找爸爸。撤退之后，在灾区是都没有视讯，那撤退之后就会，因为可能心情也松懈了吧，然后也比较敢打扰他，他就有打过来跟他们视讯一下这样。对，还好他网络看不到影片，因为他网络的可能流量不够大，所以我传给他其实他都看不到，所以还好，不然他应该会哭，因为我先生也蛮爱哭的，就是对于家人这一块。